刚才您看到的是2013年的4月份，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警方在全国扫毒害、保平安、严打整治行动中，成功摧毁一起跨越江浙两省的涉毒团伙的抓捕现场。当场警方就抓获涉案人员14名，缴获了冰毒30多克。毒品的危害我们是众所周知了，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会为此铤而走险呢？其实答案不言而喻，是因为贩卖毒品的暴力所驱使。可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也是这次被抓获的涉毒团伙的一个成员，应该说他已经拥有了非常巨大的财富，也拥有了事业的成功，他为什么会这样铤而走险去做这样一件事呢？2013年3月，江都警方在办理一起案件的时候，发现了一名外号叫秋子的人。根据线索，民警发现这个人和警方之前密切关注的一个涉毒团伙关系不一般。我们获取一个线索，掌握一名这外号叫秋子的这个人，在我们江都向别人贩卖毒品。警方立刻展开了排查，然而民警们却发现江都外号叫秋子的人共有4人。一共发现有4个对象叫秋子。这4个秋子中有3个都是有过案底，曾经受到过公安机关打击处理的无业人员，只有1名人员相对更像是遵纪守法的市民。为了不放过1名嫌疑人，民警立刻对这4个名叫秋子的人展开调查，但是摸排的结果却让民警大感意外。我们通过进一步的工作，明确了一个叫李小秋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嫌疑人。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决定对这个名叫李小秋的人进行秘密调查。这一调查不要紧啊，结果让民警大吃一惊。这个叫李小秋的35岁男人是江都当地人，当警方了解了他的详细信息后，怎么也无法将他与毒贩画上等号。他以前他做过这个生意，开过店，也是一个小老板，当地一个小老板，也是这个事业上有事业小有成功的这个成功人士。李小秋在当地也曾经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李小秋的父母结婚多年一直无子，于是从亲戚家里抱养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李小秋。暴露在美国都无感应的孤独暴露在你在抚养了他成绩。17岁时，李小秋提出想学门手艺，养父便托人帮他在当地拜了一个较有名气的师傅，而李小秋也很争气，很快便满师，开始出去自己打拼了。在这里能够可以说来干老板，然后不带个不垮了，他说现在这学我还少了，那个一点球。从一开始给师傅做助手，慢慢的开始自己独挑大梁，到后来开启了门店，李小秋没用几年的时间。后来开门市部，每电动机发动机，我自己动电动这个东西。那时候钱值钱呢，零几年的事情，一年能挣大几万块钱。慢慢的，李小秋在扩充门店的同时，又开始涉足建材行业。由于能吃苦，再加上爱交朋友，李小秋的事业发展迅速，风生水起。很快，在同龄人还在为成家立业奔波时，他已经有了一双儿女，多处房产和发展中的事业。我从小就会去养鸽子，14岁就开始养，我养的鸽子经常拉响。我在这个以前。这个有一个小户子，这个每天都是可以放个在，我养的性格是吧？这个每个季度都可以比赛，经常拿奖。那时的李小秋除了爱交朋友之外，没有其他不良嗜好，唯一的兴趣就是养鸽子，而他的这个爱好每年还能给他带来几万的收入。这样一个有为青年，我想不仅是江都警方，就包括我们，甚至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没法将他和毒贩画上等号。但是经过民警一段时间的跟踪排查，这个名叫李小秋的人，他就是民警要找的人。
很快，民警对李小秋实施了抓捕。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一位白手起家的青年才俊沦为贩毒团伙的成员呢？李小秋的人生拐点是怎么出现的呢？如按照李小秋当时的成绩发展下去，也许他很快便能成为年轻人创业成功的杰出代表。可是如今的他却是一个锒铛入狱的毒贩，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跟他的一个朋友，一个普通的朋友，跟他这个无意中谈到，就是在外地到赌档里面玩赌博比较刺激，他呢就抱着这个心态，就跟他一起到这个赌场里面去，地下赌场里面去玩了几把。这个事我也不懂，朋友是的得失告诉的，打了一年两次，后来我就下回来。这个是每次都赢你，还赢两年赢没赢。后来朋友说来打了个人，我就开始收钱了。了解李小秋的人都知道，在他的身上有两大特点：爱交朋友，不服输。这两个原本帮他迈向成功的特质，那会儿却开始成了他走向毁灭的帮凶。从不服输的李小秋在赌场里却是节节败退，而他越是输得厉害，越是不服输。可不服输的代价便是大笔的金钱来买单。我经常说他，你不要赌，赌钱你能把他拆翻。你看赌一笔地了，赌钱呢，一路好里的老外，都是不想好。家人都规劝李小秋远离赌博，可那会儿的他却似乎着了魔一般。他觉得家人不能理解他，他不是为了刺激的快感，而是想证明自己即使在赌博上面也能战无不胜。李小秋这种近乎荒唐的想法在当时居然得到了朋友老丁的支持。然后我一个朋友就让他的朋友去管理的包，比方说几个万把块钱，一个月利息就要两千块，这样一起一路。后来我才晓得，我一个朋友也是差了一屁股债，他们把我喊我来赌钱是拿好处。现在想想啊，这些朋友啊都是假的，他们把我哄了好的，喊我吃饭，晚上还送小鱼包，有时候还接我老婆上下班。如果我身上钱不得了，朋友还借钱把我。他们晓得我家在哪位，地在哪位，晓得我跑不掉。在李小秋瞬间醒悟过来，明白这原来是身边的朋友为有钱的他设下的圈套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发展到最后，把家里的这个四套房产全部那输在赌场里面输掉了。最风光的时候嘛，有房有车，正常的，比如经常在一起，那个一起吃饭啊，朋友啊，都喊他，都跟他称呼老板啊、大哥啊，懂吗？都一帮朋友圈，很风光混的，懂吗？最落魄的时候嘛，就没有人了，周围一个朋友也不理他了，该借钱都借光了。李小秋除了输掉了自己的积蓄和房产，连经营多年的几家门店和养父的住所也陆续抵押变卖了出去。他没有想到自己辛苦多年打拼出来的产业就这么瞬间没了。这太好了，这为了差了一屁股债，多少人这为了跟我要钱，穷了你想再没那份钱都不得，现在租的地方都不得。把房没得的时候，我老在家租的这个鱼塘边上是捧人的了。遭遇这样的挫折呀，李小秋并没有一蹶不振，他觉得自己犯的错误就应该自己去承担。他靠着自己的技术呢，重新开了店，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还清债务，重新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但是有时候啊，这个现实和理想往往是背道而驰，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在考验着、等待着李小秋。虽然李小秋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可是他却忽略了刚刚大伤元气的他已经没有能力再承受即将到来的风雨和考验了。
在卖掉了家里所有的房产和值钱的财物还债之后，李小秋还欠着不小的一笔债务。也许是看着李小秋再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以抵押，债主们不像之前那样慷慨了，开始频频上门讨债。长期的呢，有讲日的，他通融的就是一个月一期，还是没得还；不讲日的，就是晓得你欠的了，跑来给你，就等着你低头，继续还贷，不然就不要做人。由于担心李小秋还不起债务，债主们逼迫李小秋找人替他做担保。为了能正常开店做生意，早日还债，李小秋想到曾经的那些朋友们，向他们发出了求救。然而结果却出乎了他的意料。当他自己真的有了困难的时候，你往他朋友一个都没出来过。就在他朋友一起，也不晓得为什么大家给坐牢后头加来晓得噶，来三年不得生计，就是说加来之后就是来三年不得个生活经济来源，全是钱就八七八的。后来将近积起来有两年。最终，妻子小梅的父亲救了女婿李小秋一把，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从此自己便引火烧身了。搿钱差不多就多个拿的，半夜就是把我床来砸的，因为我不得妈妈了，就我爸爸一个人在家晓得个，半夜就打我爸爸。为了让岳父免受自己的牵连，李小秋想到和妻子离婚，断绝和岳父的关系。他的想法就是说，如果说我跟他混着的话，那他找我们呀，等于说我可以回人啊，等于说你找他给我那离婚了，晓得噶？他就房子我老给人家顶，他的你放心，他的我离婚，他的我不可能说的把你个下台就是说了得的，但是他也确实没了，他一直都下台都一直都找不到。然而，即使采取这样的措施，也并没有使局面得到缓解，债主们依旧没有放过年迈的老人。你平常说是能跑那个，就是说要钱的人去逼我爸的孙子，要不就给我爸推推搡搡打两下子，要不就是把我布里扎的，要不就是梳子那里兜那个粉草啊，干得好。在多重压力的围绕下，李小秋最终没有守住内心的防线，走上了另一条不归路。他说这个东西很贵，一个月不少钱。我发现从外地。这些东西不得这么贵，我就想用这个反动脉来换毒的。他只是说过的，他的我们做的这个事情都是犯的事情，他的只要把你爸爸这个事情，等于说让你爸爸就是说一言文说了，把你爸爸妻子的这些坏蛋，他的我就不做了。第二个。李小秋被警方抓获时，正巧是他接的最后一批货。他原以为做完这最后一次，便可还了债，和家人好好过日子。可是终究没有逃过法律的制裁。我希望你们以后要以我为鉴，多行，多不了罪恶，尽量让的，多行是不得活下来。如今李小秋正在等待着法律的制裁，而他的家人也在承受着他的过错所带来的痛苦。妻子小梅将李小秋失去住所的养父接到父亲的家里一起生活，他们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慢慢偿还着李小秋遗留下来的债务。怎么做个亲家子把他办来了，只好我投奔他呀。人家王子是不是成龙的，那要是成谁的不了啊？为什么认识呢？不认识呢？对啊，我们都对啊，你掌控啊，众人大人谁掌控啊？要是忽然被敌人查了这么多债，早就走得了，我就可以不用还债。但他从来没这个讲了，他的他不想这个讲了，现在他不可能不还，他只要一个爸爸，他的我也不可能不要。我从来没叫他悔过，但是可能就是说他想欢喜的这个方面要素的人，他的人，曾经这个人真是个好人。
从一个年轻有为的创业成功人士到一个赌徒，一个毒贩，最终沦为阶下囚，李小秋给我们真实呈现了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人生悲剧。在这个悲剧里，有愤怒，有无奈，甚至还有一丝让人同情的地方。李小秋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也许有很多可以让人理解的原因和理由，但是法律不会因为同情而给任何人网开一面。李小秋的故事其实告诉我们，用一个错误去弥补另外一个错误，结果只能是错上加错。我是徐俊，明天见。扑朔迷离的人伦悲剧，不可思议的错误选择，一场意外的严重车祸之后，家人为何放弃了可能的治疗？79岁老人离世引发质疑，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为何报警？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究竟是孝子还是逆子？敬请收看《道德观察》，孝子的最后孝心。